七天的一开春时间里边，通过我们亚运村工作人员和我们45个代表团的先遣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交流和沟通啊，使我们运动员能够尽快的熟悉我们亚运村的空间布局以及各个领域的运行政策，使他们能够较快的能够适应我们亚运村的生活。